上头啊，这不同的场景下，反正有时候就有好有差有没有，有时候他好点，他好点，这正常的。你又没出来急，这个摄像头。你就这种场景下，我觉得上面有好，是吧？这两个的效果就是我们之前对比的那个效果，它就是有一个太亮了，它是收光跑。就是在之前说这个案子，现在换了玻璃以后，同步换玻璃，它就同步那个。但它现在看下面起码不会觉得暗了，是吧？暗其实也很暗。你看，就这种场景，嗯，而且没有绿色了。